为什么要找那只巨大乌鸦啊？就很多人一直要我去找啊，因为上一次没有找到啊，很多人就是想要我去找到那只巨大乌鸦，我说好啊，既然有机会，就来找看看吧。好像是要往这条路走，要怎么标记啊？我太久没玩，标记是哪一颗？哦，标记是一。好像要往这条路走，你会看到有鬼一直往前跑，然后跑到底把它杀掉之后，就会出现巨大的乌鸦。往下看啊，这边是趴一只，对不对？先把它引出来。啊，怎么不动？哎，起来了。啊，好像是要从后门入侵，对不对？老头，你坏坏，我怎么坏坏了？我什么时候没做哎？有，先躲起来。我看他有没有往那个地方跑。哎，有哎，他要往那边跑哎。第二只貌似在这个位置，我看一下这边就有一只的样子。这台也是，这只也是，先躲起来，先让他跑过去，跑去那边敲门。大哥，不要爬过来哈！快去，快去你的归宿，快点！你的归宿就是那一面墙，快去你行地！你们耍霸气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对，就是这样，奔跑吧，男孩！快去！大地之母在召唤你了。好，他应该去了吧？我感觉他好像没有很想去的样子。另外一个，鬼应该在这里吧？我没有放错啊，我明明就已经上传是放邪灵入侵了，他可能没有放成功吧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去你的归宿吧！哇，很好，全部都跑过去了，太棒了！这一次难得这么的听话，林若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这样应该可以触发巨大乌鸦了，我想。只是大家就用都全部用暗杀的方式，然后巨大乌鸦就出现了。对哦，应该会有三个人在那边敲墙。哦，应该是这个没错，对。敲好敲满，然后这三只呢，只能暗杀哦，不能用枪射死哦，哦，只能暗杀哦。大家都很生气，我要吃喽！先第一个，先躲，先躲。先躲，先躲。靠背嘞，还真的爬。回去继续敲你们的门呐！哎，乖乖快回去！听话，听话，做好你们该做的。这应该会回去吧，快点回去！啊，他要回去了，又回去乖乖敲他的墙壁啊，应该会成功吧？我想，这次资讯应该是非常准确的才对。敲好敲满啊，大哥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别给我偷懒啊！真没有发现，这样有了吧？再没有我也没办法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哦，出现了！是不是？
你们想看的巨大乌鸦出现了啦！雷豪啊，这么大只，记不记？什么？有没有？哎，到时候把它剪成影片好了，好上传，好了，谢谢。60000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消受不起啊！太多太多了。